OK，所以哦，刚刚我写的程式哦，其实也有在那个云端上面也有放啊，所以如果你们假设要参考了，或者你现在写太慢，或者一直写错，没关系，你就用云端上的 Ctrl+C、Ctrl+V，可以先 run 看看啊，run 完之后了，我建议你就是自己再打，你就不一定要全部删掉，可能你就把这一段呢、哪些地方，比如说这一段删掉，重打一下看看，哦，然后尽量理解的啦，也不要死背了哈、哦，那这个是我按照我的逻辑。想出来的写法，所以这种写法我其实还蛮固定的，我大概就是这样，很多地方就这样套用，很多地方很快就可以把问题解决。那比较适合就是说那个地方它没办法用那个 Excel 的函数可以解决，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比较不会限制说它像 V 的函数一定要第一栏的这样比对，它不管了，反正它在任何一个地方通通可以帮你找出来。哦，OK，那只是说目前写的方式哈、哦。只有抓一个储存格的资料，所以如果假设哈，你希望把这边的资料全部都查完的话，那当然很简单，你就是再把这一个回圈外面再包一个列回圈就可以了。好，应该还记得吧？哦，那列回圈我习惯怎么写？我习惯就是在 sub 后面 enter 两下，然后往上面再一个 tab，然后写一个叫 for 哦 i，看一下底下没有 i 才可以哦。如果有 i，你可能要换一个名称。哦，OK，等于呢，第二列有没有到最下面一列？哦，当然你可以写50啦，不过50范围如果会变动的话，你就写那个，还记得吧？向下追踪那个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可能要记一下。从 A1 有没有向下追踪是点 END？哦，啊，这个可能又常打，常打你大概就熟了。那他要打多久多少次才会熟啊？这也每个人不一样啊，哦。OK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来的话就是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，这样的列的范围就 OK 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从这一列一直到底下那一列，然后呢处理中间的事情。所以你在我的习惯是把回圈打完，因为很容易写错，所以那个固定的写法比较不容易出错。OK，所以如果你怕写错，尽可能要不然就模仿我的写法。OK，好，然后我是这样，在上面加一个回圈，然后再把这个回圈放在里面去，哦，然后并且按个 Tab 键哦，好，移到这里面，然后再把这个回圈按一个 Tab 键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就很接近了。最后的话呢，再把哪一个呢？这一个改成 I，对，这样的话呢，程式就写完的啦。哦，应该没有很困难吧？OK 哈、哦，我是觉得写久了就顺了。哦，啊，你说程式会很多吗？其实没几行吧，顶多算下来的话就是8行而已吧。OK，那8行能不能做出我要的结果呢？这样执行看看，有没有全部查完了？啊，理论上应该都对了哈、哦。这个在 F 栏有没有留一个有了？OK，所以应该是不会错了。而且你说速度吗？会很慢吗？倒也不会啦。我觉得如果资料多，还是照跑，总一定会比人工快太多太多了。哦，而且你人工的方式今天比对完，你明天还要再来一遍，后天每天一直都会有新的资料。但是你程式写完之后基本上执行就好了啦。OK，哦，你就我是觉得要每天就省掉很多时间在处理重复的事。对哈，OK，而且你甚至可以假装你不会写程式嘛，对，老板也不知道啊，对哈，你就假装好像都一直很忙，装忙，对哈，装忙，然后一直都很忙，然后，需要的时候再把程式 run 一下，好，那尽量不要伪装一下，对哈，不要让别人知道说，其实你是会写程式的，对哈，OK，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每天都可以过得蛮惬意的吧，OK，对，每天都好像。因为之前真的有很多学生是这样的状况，哦，我说你每天要干嘛？哦，每天我就练功，他说每天就继续写程，因为他觉得还蛮好的，他觉得这个 CP 值太高了，哦，因为他就是继续投资时间，然后继续把他的技术更加精进，所以他其实之后的发展就是可以选择性很高了，也就是你将来是可以选择你的工作，而不是工作来选择你啦。OK，不过前提就是说你要够专业，然后。有些技能是刚好企业需要，你又可以把这个技能用得很好，OK，然后很纯熟，哦，自然而然我觉得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了，哦，
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最后再加一个清除啦。清除我觉得比较简单，就是说你可以写的方法很多啦哦。我们用那个用 range 的方式来写好了。我们当然你几种写法，你可以写一个 for i 有没有？这也可以啦。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清的话，有没有？这个啊，enter 两下打一个 nest。好，如果你假设用这种方式清的话，变成你要一个个储存格一个慢慢清。所以不太推荐哦，这个也是这种写法。另外一种写法就是用 range，还记得吧？range 的话应该比较 OK 一点。哪个 range？这个吧，哈，B2 到最下面一列。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？直接看有没有刚刚有没有写过 range？有，这里有没有 range？直接拿这个来改，然后这边把它改成 B，好，然后这边一样是 B 50吧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说，哎，老师，那50如果会变动的话，那我可不可以改一下？哦，可以啦，你怎么改呢？这样就写完了。哦，啊，如果你要变动的话呢，哈，就把50改成什么？向下追踪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直接拿上面来改，R 等于好了，一样是 R 哈，等于向下追踪这个拿过来这边，那它应该目前是50了哈，所以把这个结果的50放在 R 里面，然后呢，再把它串到这个尾巴。那因为它的右边已经是结束的自串符号了，所以哦，你就不用像之前那个规则，就是直接把这个50 delete 掉，然后 end R 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把 end 前后加个空白，这样的话清除就 OK 了。哦，所以写完之后的话呢，哦，哎，撞起来应该蛮快的，清除。不，其实我看看。那这个不对，这个应该要改成那个，按右键重新指定，应该要改这一个啦，哦，所以改一下，数数当，哎，这样就全部查完。啊，清除的话，整个清掉，Ctrl 向下，应该没错，哦。好，那请各位试一下，把刚刚的这个地方稍微改。那我改的重点，哦，基本上就是增加一个这个，好，那我把它放在上面，再把中间这一段 call 进来。按 Tab 键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改 I，这个改 I，哦，啊，其他应该没变，哦，来，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，哈，哦。